要等比较久，因为我们今天也蛮多人预约。来到中医诊所想看诊，小小候诊区长椅上已经坐满人。那我现在预约的话，我可能最快几点可以看得到？这个我很难讲，有人等三四个小时、啊。没有预约要现场等候，但常常一串名单满满一整张 A4 纸，患者真的不少。而病患络绎不绝的中医诊所也不止一家。台中知名中医诊所门口排了一群人，数数看，这一排就有10个。也有民众到联合医院的中医院区看诊，现场叫到329号，但民众却挂到564号，让他直呼真的是要慢慢等。中医夯的程度让代排业者也嗅到商机，抛出贴文强调可以代客现场排队抽号码牌。中医近几年越来越受欢迎，以北医的中医门诊为例，14年前就已经设立，从一开始的2科，到现在有妇儿内针灸伤，一共5科。我们这几年啊，这个科已经成长了大概2倍，好，那病人的人数呢，也从大概1000多个人到现在一个月大概有5000-6000人以上。根据统计，中医诊所10年来成长50%以上，现在有3000多间，全国中医师至少有7000位。而中医系所的毕业生也从96年的270人慢慢增加，到101年，一年已经有365位中医系所的毕业生。就这边的不孕的门诊啊，它的成长其实非常的快，那也有这样的需求，因为大家都变高龄了之后才要怀孕，现在就越来越多人说会来看妇科，然后希望能够求子成功。看高龄怀孕减重门诊的人越来越多，也让中医门诊需求跟着增加。 TVBS 新闻，张兆华、谢佩颖、陈佑荣台北报道。